粉红衫、粉红面裤、龙之心，最后入闸，要睇呢一马嘅出闸状况啊！六三红帽嘅旺旺神驹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九场赛事三班千二嘅短途赛，大热暂时显示系一。好，你一开闸，大家都平排约出啦。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埋边位置长胜霸区走上去，中间系龙之心啊，外边旺旺神驹啊，咁啊最出红衫嗰匹系暴利如风啦，中间六三第五位咧仲有精妙星啊，后边三匹马同样美丽，暂时响尾三啊，后边两只白衫咧，咁啊贴栏嗰只就实力哥啦，黄衫暂时殿后系嗰只善传万里嚟嘅，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咁啊带头嘅马咧系旺旺神驹啊，摆咗喺前面走添啊，跟住喺第二位暴利如风啊，内栏第三系长胜霸区啦，中间粉红衫、粉红面裤系龙之心啊，一路响外边嘅马匹咧，咁啊有呢只精妙星啦，后边四只同样美丽实力哥响内栏尾二啊，包咗落尾蓝衫嗰只善传万里嚟嘅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旺旺神驹仲有少少嘅优势，暴利如风响佢外边追紧佢噶啦，再见到原栏追紧上嚟，有实力哥啦，出边上紧仲有龙之心啦，咁啊入边位置就系长胜霸区啊，最后百零米，旺旺神驹已经走甩咗一个身位，龙之心响呢个第二位，出边上紧。有同样美丽，中间蓝眼罩善传万里，最后五十米旺旺神驹占先，咁啊善传万里上紧嚟，出边位置仲有同样美丽，终点嗰步埋边位置旺旺神驹，出边蓝眼罩善传万里，两匹马相当接近啊！咁啊至于最出嗰只咧，二号系同样美丽啊！结果今场赛事改咗个跑法，旺旺神驹摆前走到唔到，蓝眼罩善传万里追唔追到？要影相，第三名同样美丽，第四名系龙之心啊！一号嘅旺旺神驹啊，潘顿啦，防空头22蚊，啱啱到咗啊，咁啊第二名啊 ，Michael 哈哈啊，十号善传万里嘅话，任命论第三名先系二号嘅同样美丽啦，艾少礼，六号嘅龙之心，蔡明少第四。啊，真系眼绝啊！打你爆啊，真系善传万里喺外面冲上嚟个势好强，咁当然今日潘顿嘅处理都好精警嘅。走啦，自己啊，出咗闸。呢一场嘅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咧一号嘅旺旺神驹啦，独赢22.5，位置10.05；跑第二名三号线全万里，位置47蚊；跑第三名系二号嘅同样美丽，位置53.5；跑第四名系六号龙之心，连位一搭十派222蚊，位置 Q 一搭十派70蚊，一搭二派94蚊啦，二搭十派465.5，1:09.58啊！我地又靓翻啦，跑跑下。时间不是特别慢啦，二重彩一号十号顺序292蚊，单 T 就1353蚊。三重彩啦，一号十号二号顺序派3325蚊。沈集成潘顿各赢三场，好睇下张头马相啊，旺旺神驹啱啱到咗短马头位。咁啊，好彩早段咧黐咗埋栏啊，悭咗啲位。尾场咗，知道再胜啊！潘顿啊，今日跑完啦。潘顿系啦，完晒啦。林文林武之前4:0得，呢只2:0，今日都赢埋啦啊！潘顿，咪呢只啊，沈集成又落咗好多心机嘅，搞翻好晒啲杂伤啊，咁系嘛，直头可以放头添呢场。
但系其实头段都唔慢嘅，你见到积极啦，用啲力先埋到栏。争啲爆啊吓，先传翻你。唉，呢啲马就系好惊啦，就系点解讲咁耐就系因为死啦会唔会爆啊？我唔敢讲啊，你一讲就都唔敢答你啊，都争啲嘢埋啊。反而龙之心咧个位都跑得几啱噶咯。系啊，佢系失望啲。系啊，呢个第四，我觉得真系争少少啊。咩有晒遮挡嘅组团已经守喺个包厢，都系靓位啊，二跌冇所谓啊，今日系嘛？但系冇 top 啲咧，都好大只啊嘛。骑师王嘅预计赛果啦，一号咧潘顿攞到48分啊。你今日睇重龙之心都加入23磅，系可能都系啦，1200磅大。系咯。但系因为个体重又迟咗公布啦，可能有人影响。连马斯王的预计赛果啦，二号编号沈泽成攞到36分封王。因为你见到都系肉身马嚟嘅啲嘢，龙之心啊，都系唔排除有人挞挞咁啊，下一波会更加好啊。嗯，另外我谂蔡明兆啊，我睇佢斗落去咧都仲争少少。嗯，下次赛事咧会喺跑马地啊，局措开来嘢啦。咁啊，头场开跑时间7:10，星期三啦。7:10系咯，早咗5分钟。系啦，可能有啲开幕仪式啊。总之就早咗5分钟开跑，7:10。四连环嘅预计派彩啦，一号、二号、六号、十号派777元。好，又睇翻呢个巡逻影片，起步咁啊，见到三档咧，龙之心就少少跳跳嘅。前边咧就快嘅马咧，见到系长胜霸驹啦。中档就龙之心，外边就旺旺神驹咧。见啲马骑上前咧，佢都唔系好有口径嘅啲马，即系脸口。咁啊，外边就布里如风啦，中间深绿色衫咧就精妙星。第六位又同样美丽嘅，包咗尾一对马啦，实力哥同埋嗰只咧就善传万里。好積極啊！潘頓呢場你見佢騎咗好多步啊，佢都立心要買嚟先。最緊要步履如風咧，又喺佢出面啊嘛，佢頂得住啊，佢係貼到埋欄啦。咁但係照計，即係龍之心都唔驚你啊，係咪呢度包住？呢個位都靚曬啦啩。不過可能都係即係佢上季都係要熱咗兩鋪身啊，好啲嘅。咁睇下咪跑一鋪之後，下一鋪好啲啦再。咁啊，善傳萬里咧等位都好有心機嘅，見楊明倫。其实同样美丽凹咗眼罩，追随都几好走势噶，咁好好多系啊，好好多嘅。我谂佢再跑1400嗰啲人仲冲得劲啊！即系今日试咗眼罩啦，有个眼功骑师帮佢咧夹到啊，呢只马即系简国能啊、艾少礼呢啲啊，嗯，重边。反而实力哥喺里面又唔算话冲好多，少少啦最。第九场赛事复榜完毕啦。位置 Q 派彩一沓十派70元，一沓二派94元，二沓十派465.5元。二重彩一号、十号顺序派292元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六号、十号派777元。四重彩一号、十号、二号、六号顺序派16966元。孖宝啦，留意翻个转头啊！头关一号啦，美关一号或者三号派147.5元，头关一，美关十派423.5元。骑师王嘅最后赛果一号编号嘅潘顿啊，而家攞到48分封王啦。连马师王嘅最后赛果啦，二号编号嘅沈泽成啊，攞到36分封王嘅。看埋第九场的分段时间，头段23秒685的，第段22秒82，末段23秒08，完成时间1分09秒58，万国标准时间5线左右了。